无什么方法会当解决啊？哦，
这是真简单哦，只要讲用我这葫芦内底一粒俗名金丹就使。那你，请你赶紧提一条起来我。哦，敢那呢简单？这俗名金丹若要炼哦，那那百外款的药草，内底我这八卦炉内底呢，要经过3600多天才炼出七粒尔呢。我这真简单啊，老公。你的意思是爱我安怎做，你才肯从上面金丹给我呢？这，对，你身躯敢有这个微量子？啊，咱来交换啦。什么啊？你爱我从微量子跟你交换上面金丹？哟，你是你做梦，别讲。啊，别讲，别讲，咱规矩拢莫讲。我来困。我知道您的意思一定是说我交换就好了，要不你有想法吗？我为了您的事情已经失去一个乾坤圈了，现在又叫我用火龙珠去换，别说了，做不到。别说哦，我这样参详到半天，不然都没结果。我看哦，来玉帝家了，来家来家看看门，走。你是要去哪里啊？哎，你应该要知道啊。老公，老公啊，起来！好，退去啊！哦，你成功了！真好，真好！还要交花来来来！哦，你怎么进去了？那我跳舞。来，老公，我无你来，哎，哈哈哈哈哈，哎，退去。阿弟，我来当走。哎呀，真是，真是。我上好，我上好。好简单，上来简单点，还得救人啊。分去白啊，我到即摆还袂转来啦。哎呦，你还搁咧烦恼伊转来袂转来，伊嘛袂转来啊啦！你看人都已经死啊，先生来叫嘛无法度啊，伊转来有啥物路用？这拢是赵志忠害，我来找报仇。江辉啊，赵志忠，大胆！敢伫老爷安尼位，你是想要找死就拍掉？老爷，你落去啊！是，安静嘞，别叫我，安静嘞。叫我姓张，你这低头心性不是人，我不得在你那开你的棍！我只是怕对故乡要再丢人家阿伯，结果几回报告阿伯不能过生气啊，叫伊嘛生死不明，所以才上书表彰。哼，我坦白讲，玉燕啊千般难过，为郑家人家啥要找，是未到你嫁站的才破鼻息，你敢知？你讲啥？玉燕已经死啊！你去找我来去。叫来！都是我害死你，我对不起你。客母，
哎呦，哎、欸，龚小姐，但是安怎，我敢会甲你害死无？你遐边啊惊，我是要创啥？我袂惊，我袂惊。客户。乖，安尼唔叫乖哈？你就是张进昌哦。是啊，大夫人，你是？你莫问我什么人啦，我甲你讲啦，你是读书人呢哈，应该吼都爱较专情的，唔通安尼欺贫重富啦哈？哦，迄一挂读书人的面底皮吼，拢互你下了了去啦。哼，嘿，迄主考官吼，目睭是青迷啦，才互你做状元啦。你是要搁讲啥？无你归去讲讲的啦。我本是要讲啥物？我感到，我是对不起玉英。这是拜神的物件，我要哪会用的？
哎呦，放心，做你吃不要紧啦。这几下地主啊，炒不少少，一盘米都明白，炒了足皮的。林姐，林姐，我再请我吃好吧。呀。嘿，啊，给你看起来虽然是安尼吼，腰杆高啊，那唔过再呀，哎呀，红颜相投。好囡仔，你迄另外一半迄斗阵的吼，难免会来找你哦。大叔，你咩跟我讲生笑啦？嘿嘿，我不要讲生笑啦，我要算啦，我知未来过去啦，我讲的无唔对，你就推开吧，啊，等下休困，你一定会拄到机会，嗯。小弟柯有生拜见莲英。啊哈，人家你客气。啊，请进，请进，谢谢，谢谢，多谢。莲英的武功高强，小弟败在你手下，败得心服口服。可以，唔通安尼讲，你的武功嘛是真高强，只是哦，小弟较幸运尔尔。哈哈哈！莲英，你想过头谦虚了。可以，小弟，你我踮在草房见面的时阵。咱的义气就上头了。如今搁踮在这朝廷来一个为官，也讲咱的缘分不浅。假使讲苦兄你若是无气焰，小弟要招你来结拜，为生死之交的兄弟，你的意见如何？真是的，那呢，小弟恭敬不如将命，连兄贵庚啊？30有礼。我28岁，贤弟，大哥，贤弟，大哥，啊是啊，小弟踮在迄个山西啊，你来甲伊解救迄个张进忠，现在中着文科状元，你敢无解见，解见着面？哼，像一款无情无义的人，我绝对袂甲伊见面。金秋，我想了真久，我感觉你还是去找小叔或者小姐较好。秋莲，我来解释几落摆啊，感觉你也唔肯原谅我。不是安尼，我讲的是真实的。我是一个真卡查某囡，我甲你袂适配。我不愿耽误你的前途。既然我爱你，我就要牺牲我自己，来成全你。玉慧，你别讲啊，我绝对袂放下你。孙泽公叫我死光体子，我袂要永远跟你斗阵。真巧。玉慧，你别讲，来，跟我休息一下。还有一件代志，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代志？你讲来听。阮阿爹过身了后，我想过周安伟代我，不过后来周安伟过身，伊的查某囝讲要来拼城投亲，到今嘛，我还不知伊人在倒位。我知影，你放心，我这是派人去找。家下来，自从我阿爹过身了，我就来。
要惊啥斗气？想知道我一个人搁惊啥？阮娘亲情拢唔知走去倒位去，所以我只能落到这个地步。这拢是怪我唔好啦，我无好好照顾你。这边哪有怪你嘞？小姐，其实我唔是叫吴明，我的本名叫做柯有生。柯有生，你真是叫柯有生？小姐，你是安怎？小姐，我真幸运，考中到补考的第二名。安尼以后，我得好好照顾你。真是嘞，多谢你。老爷啊，这考油生哦，对我听哦，迄不是无原因的呢，哈？哎，你甲看卖一个，人敖啦，搁讲义气啊，嘿，他看吼，就是比迄张信昌较好。是咪？退婚。已经古稀兵薄，实在情非得已，请王代言成全。嗯，我看这是你的借口，因你削弱五弊在床，所以你伫咧后悔。不咯，本身是婚姻大事，唔是咧比囡仔算。惊啥？中间上至天子，下至庶民，死也唔愁老虎的削弱，匹配有文科状元。老夫这个体面下袂起，这除非小路死，也那无你面下什么体面？先忙三位先生顶替苦谢，小路目前的情形安怎？大人，你来了伤早啦。对啦。阿刚不是有甲你讲过，都爱七眠七日啦。啊，不过哦，今麦才才六眠七日嘞，还未够啦。不过啊，这时间啊，差不多啊啦，因为安尼三更吼。三更半夜竟然敢来我的草根房间，人来！来！姑娘，殿下，殿下，真不孝，竟然敢做出这种败坏风浪的！不如。